吗？一杯中二美。杯子啊，甜甜的，你要拿去洗一洗。请你不要开着电视睡觉，出门关门忘记锁门，然后昨天把我的柜子弄得乱七八糟，衣服烫好折好。你要拿下面的，请你把这个拿下面的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把我的柜子弄得乱七八糟，我今天要去整。小事都是动听的故事。陈家声音故事馆。